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缩写为 SIT， 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霍伯肯的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坐落于哈德逊河畔，隶属于纽约都会区，是美国最古老的理工学院之一，美国独立科技大学联盟的创始院校之一，也是美国最早开始专门研究机械工程的学院。在2021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中， SIT 位于第80名。秋季学期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日，春季为10月15日。申请转学到 SIT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网申、官方大学成绩单、Credit Evaluation Form、 官方高中成绩单、官方 SAT ACT 考试成绩、推荐信、语言成绩、托福不低于80分、雅思不低于6分、多邻国不低于105分、 PTE 不低于53分、 SAT 1阅读和写作不低于550分、当前学业年终报告、Registrar's Report。 转学申请者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打算申请工程学院，学生需要做好转入后三年时间毕业的准备。因为 SIT 工程专业课程的独特性，其中包含了八个学期的课程，所以大部分转学生在转入工程学院后需要花费三年时间才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国际生的官方成绩单如果不是英文，则需要通过 WES、 ECE 或其他 NACES 成员认可的机构认证。在纯英语教学环境中学习三年以上的申请者可以申请豁免语言成绩。好了，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转学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本转学的信息，欢迎扫码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下期再见。